那这两天炒的怎样？很好。是这个，是这个。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马上就要采访许魏洲了啊，马上了。收啦，拜拜。先把卡进去。可以进去了是吗？就314好好好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准备进去喽，你们周周在等着我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等等我的摄影师哦。赶紧喊人，赶紧去喊人，快点儿。小芳。挂上了吗？挂上了吗？行。Hello Hello Hello Hello。Hello。中午好，下午好，现在下午了，对对，早上好了。我靠，又见了，果然。你在地下睡觉呢？妈，没睡觉，又出现了。睡好了吗？哎，你回来哪了？怎么着？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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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坐这儿。啊，不不，这不是坐，我是这样呗。哎，这样，这样亮亮一点吧。对。会不会腻啊？你有没有？我拿手机的话是这样，这样亮，它现在光不好一点。这逆光，你们有灯吗？嗯。这样的话应该是挺光的。这是亮度圈。哦，是。哦。你的粉丝等不及了。一会儿你拿着吧，因为那个麦不太好用。我还得跟你拦呢。他说，哦，是你昨天说。对呀、啊，你打完了就秀了一天。我买了吗？买了吗？我买了。他说他去买鞋。谁的呀？大招的。随便试一下光。大招的呀。买的哪双？白鞋啊？没有，我买一个拖鞋，羽毛拖鞋。我上次女招生都没抢上。是挺好的包的，对，刚才那个包先生也是说啊，你买了新款的包啊，挺好看的。哎，他们休息几点？三点。准备开始吗？嗯，没关系，我看你手机那光。黑的能拉一拉。是不是？拉起来就太黑了。拉起来有点。你拉这个，就拉这个外面的纱帘就行了，不是逆光。那就从这个角度去，把东西清掉都是。幸好是 OK。Anyway， 随便你问。Hello， 能听到声音吗？稍等，我测一下。那已经开始了吗？有人吗？有人，很多呢。害怕。啊，能听到，能听到。能听到吗？粉丝快激动死了。我在这儿吧，这样好一点，好吧。难看吗？我能坐床吗？可以，好看吗？还是难？哎，能 ，OK。准备开始了哦。这个是主播。对呀、啊。最帅的直播，干嘛呢？你赶紧跟那个直播间的粉丝先打招呼，跟网易时尚的粉丝们打招呼。Hello， 网易时尚的朋友们，然后各位
网友们，还有我的可爱的粉丝们，你们，下午好，是下午。哎，他们晚上了，干嘛去了？六点，吃晚饭了吗？我刚吃完午饭。然后说啥？昨天晚上你这两点多，他们都在等着，哇，好多人啊！是是是，因为昨天那个秀是几点多？九点吗？凌晨一点，北京时间凌晨一点。对他们说吃过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开始了，开始正式采访。这是第几次来南庄州啊？第一次。有什么感受吗？第一次我觉得，觉得挺开眼界的吧，就是这个像这个芝麻戏的这个秀，无论是从他的那个衣服搭配啊 ，look 上的衣服，还是从那个整个展。他们说声音稍微大一点，还是整个展的这个展示上面，我觉得，因为它是在一个图书馆里面，我觉得特别有新意。然后它就是里面布置的会有两个很大的玻璃，我给你们描述一下啊，很大的玻璃，然后那个玻璃呢就会在秀开始之前呢开始转，然后它那个折射的光打在图书馆的屋顶上，就是半个月亮，然后那两个玻璃转到一块的时候。那个就会变成一个月亮拼接在这个图书馆上，特别好看，我觉得。不行，他们嫌你声音小，让我离近点。那对于这次来到巴黎有什么感受？就是自己想象中的参加巴黎时装周跟自己想象中的有什么不同吗？还好啊，其实跟我想象中差不多。差不多是吧？对，我觉得巴黎这个城市真的是挺漂亮，因为你看每栋楼啊，就是随手拿手机拍，我觉得都能一张画。对，一张画。那对于吉王喜这个品牌，你自己是如何定义和解读的？我觉得吉王喜这个品牌的精神嘛，就是特立独行，然后一直就，它因为现在它主打这个风格是一个街头风格。所以我自己也特别喜欢，因为我自己喜欢穿衣服就是比较简单一点，比较舒适一点，比较街头一点。那你觉得自己跟那个吉王喜最 match 的点在哪？一直在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找出自己合适的一个 style。那看了昨天晚上这场2017秋冬，还有包括后面还有差不多十几个look高定，然后自己用自己时尚的眼光给粉丝们点评一下。我这眼光我也不知道时尚不时尚。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那个，他那个就是手工艺的和那个叫什么，就是那个他那个纽扣啊，那个做的水晶嘛。有好多镶嵌了好多那种水晶，是吧？那个模特老远走过来就亮晶晶，哎呀，好好看哦，亮，好好看。亮晶晶的，觉得特别漂亮。然后高定的女装也特别好看。那有没有自己看中的一套 look 在里边？那个就那个街头的有街头感的那个衬衫嘛，格子衬衫，我觉得挺好看。很适合你是吧？我觉得。那你自己对时尚的定义和理解是什么呀？自己是如何定义时尚的？时尚我觉得就是穿出自我吧。每个人的其实。风格都不一样，适合的风格不一样，然后能驾驭出来的风格也不一样，就穿出自己最合适的风格。那你觉得自己的时尚指数高吗？如果要给你十分，你给自己打个分的话，能打几分？0.5分。啊？0.5分？不会吧？这个也得让大家来客观的打分。其实粉丝赶紧打分。时尚对于我来说还是一门要学习的课程。但你都很时髦啊，我看你出席活动，然后包括演唱会的造型，是都很时髦啊。然后自己啊，你看粉丝给打分了，100分，11分，满分。满分100分打11分，就是10分制的话，给你打了11分，都是满分。你看现在都在说你满分，100分。然后自己。我看就刚才说了，不是自己的风格。我看你平时出席活动，然后其实风格还挺多变的，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酷一些，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西装啊，休息就比较正式一点。对。然后那你自己平时的穿衣风格是什么样的？
就是自己更喜欢哪种风格？我自己的就是生活中穿衣风格会就是舒适一点，简约一点，简单一点。嗯，就是在公共场合上面，就是有活动啊什么，肯定是要看活动感觉嘛。如果是很比较严肃的活动，比较正式的活动，就会穿西装这一类的 look。然后比较轻松点的活动啊，就会穿的比较跟我生活中一样，比较简单一点。嗯，那自己有没有特别想挑战的那种风格，是自己还没尝试过，但是自己还想蛮想挑战一下？我没尝试过，那只有女装了吧？开玩笑。女装其实也 OK 啊，好多、好多 look 女装也是男生穿的很酷的。哦、maybe 以后可以试一下。好，期待一下。那自己是一个臭美的人吗？如果要是你出门的话，需要多久？其实我出门还挺快的，但是我洗澡特别慢。洗澡很慢吗？对对对，我会洗好久，洗个半个小时，45分钟。是享受那个过程、啊、都公开了你看。那自己衣柜里的时尚单品什么最多？嗯，帽子。帽子呀？帽子算时尚单品吧。算、嗯、就是各种鸭舌呀，或者是棒球帽之类的是吗？哦，你是帽子控是吗？那2017年有什么新的作品吗？要带给大家的？有啊，2017年一定会把新作品带给大家，无论是音乐上面的，还是影视上面的。嗯。过完年啊，等过完年。那对于影视作品上，然后自己有没有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呢？嗯，都想尝试吧，古装呀也可以啊，然后现代戏啊。好想看你演古装戏、哦、那最想合作演员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合作的？很多吧，很多，数不过来。演技 OK 的都想合作一把啊。都想让老师学习一下，让我学习一下。嗯，2016年已经就是基本结束了，马上也就春节了，然后你对自己的2016年是一个怎样的定义？你是自己如何定义你自己的2016？我觉得2016对我来说是幸运的一年，因为就是在这一年有这么多的人关注我，然后支持我，然后我也一下子感受到有这么多的人在背后一直鼓励我，然后去帮助我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。嗯，然后你自己真的是拥有一个庞大的粉丝后援团，然后你是觉得自己是什么样的魅力让他们特别特别的爱护你？自己的魅力在哪里能够得到众多粉丝的拥护和爱戴？我也不知道哎，我有什么魅力吗？其实我就尽量做好我自己吧，就嗯，行。然后2017年有什么展望吗？2017年希望有更多好的作品吧，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每天开心，然后就是简单的喜欢我就行了，不要弄得特别累，大家都开开心心就行。 OK 最后一个问题，然后呢现在马上春节了，给自己的粉丝送点祝福吧。要特殊一点啊，特别一点的。我刚想说新年快乐。特别一点的，作为我们的结束。好，祝大家，在新的一年，不是新的一年，在新年的时候呢，多吃一点，然后，能拿压岁钱的多拿一点，然后，像我就是现在拿不了压岁钱了嘛，那就多给一点。然后祝大家一定要身体健康，希望新的一年可以有一个新气象，能够。心想事成嘛，然后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。OK， 谢谢，谢谢，感谢，拜拜，你跟粉丝说一下，拜拜，拜拜，OK。